Jessica!我是。我吃了毒品吗？那么惊险。手脚干净没作弊呢。蜈蚣先生，贝吉塔先生。哦，小妹妹。两位跟我来，特兰克死不见了。What？ 失踪了？阿布丁，赶快去找他啦！没人知道他去了哪。阿尼话俾你哋知啦，我系浮游，是特兰克斯嘅朋友。你叫浮游？我是浮游，浮起的浮，游泳的游啊，不是用的游嘛，鸡巴！他现在在金玉星球，是金玉行星啦。骂不借，你这样知道的、啊？这什么？作为朋友，当然会去调查啦。你觉得我可以置之不理吗？那个星球有很多囚犯，你要快点去，否则特兰克斯会死翘翘。你们赶快去吧，我会去换件底裤先。Fucking gay 帅。特兰克斯总是搞怪，烦死人。走了，卡卡罗特。那个浮游很可疑，可能有前科，小心点。我好像吸到很高产的味道。善哉悟空，善哉悟空之舞啊。看到了。原来如此，你是道馆的我吧？到你妈妈了。你是那仇恨的手下吗？啊、啊！痛死了！怎么懒？天空怎么？受死吧！这里是封闭的空间，逃不去的。等着我把你们都烤了吧！啊，又痛又痒，山上又痒，你是说高啊？我是啊。不行吗 ？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？ 嗯？浮游。赛亚人果然厉害，多亏你们两个死大肥做了我实验样品，让我研究你们。骂鸡巴人！早知道你想什么了，想破坏这空间吧？我想要用两个人的归系派公波来逃出，不可能，发梦吧你们，这样都想到，不愧是时空警察啊！时空的警察，什么鬼？我是另一个次元的你，跟你不同。工作是将传说时空的恶棍抓回去割懒胶的。哇，好爽啊！给魔人的懒胶送我一条。不用，你这个星球好像很熟啊。那是当然了，因为这个星球是我的实验场地啊，吸金啊。臭小。这次还没要啊，是要指定来着。有人不有果，你的报应就是我。我这边给了两个钟头哦。好啊，风头又被你们抢了。